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各大饭店的夏季旅展接力开跑，想要抢优惠，这一波不要错过。炭烤牛排一刀切下，粉嫩色泽，滴出肉汁，还有新鲜生鱼片、牡蛎以及大虾，各种新鲜海味，想吃多少就拿多少。一颗来碗期间限定自制海鲜汤，冲一波把费，现在不用花大钱。不止餐饮省荷包，还能便宜入住饭店。六福集团夏季线上旅展十号开跑，其中联合住宿券杀到28折，最低一晚4000元有找。旭日平日午餐券买6送1，超优惠，等于一餐只要1029元，现省将近500元。另外还有首次推出的这个毛血旺餐券，那现在即买即用的话，还可以讲双重加码。那目标客群主要还是这个夏季的亲子出游，或者是我们父亲节聚餐，或搭到中秋节聚餐也都是可以的。把握旅展捡便宜，也别错过美福饭店彩绘自助餐。下午茶餐券线上6九折开卖，花840元就能吃到。实体旅展现场还能抢买1送1午茶及晚餐券。除了在线上之外，我们在展场也今年特别推出快闪优惠，每一天就是会有两个场次。然后像以下午茶券来说的话，这样折扣下来买1送1，一个人只要605元。焦黄色烤鸭切下，清脆悦耳。另外像是天成饭店集团旗下烤鸭4人券，原价5280元，现在只要3600，省了将近40%。金华饭店旗下3个 buffet 品牌餐券，最低也有57折优惠。餐饮的部分只要5.1折起，自助券是上杀2.7折起，那包含有3200元的联合住宿券，可以住住我们旗下的6个馆别。锁定夏季商机，饭店业者线上旅展抢先开跑暖身，助攻国旅起死回生。记者吴振宇台北采访。